今晚我们在这里召唤奇迹抽到修罗，有没有机会？有点是一起集气，四连抽，先来一次，有黄色的就有机会了，各位，解锁！有没有黄色的？有没有黄色的？有没有黄色的？来一个黄色的，拜托！怎么一堆紫的啊？哇，这个好香哦！哎，这个漏点了吧？这个漏点吗？哦，尼欧，哇，这个是我们那个、啊、封面那个飞地哦，感觉很飞。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哎，爱丽丝，爱丽丝也太香了吧！这萝莉耶，戈雅，戈雅也是蛮大的哎，也是蛮大的哎。安杰丽卡，干这个怎么一个比一个大、啊？天哪，好色哦，他那个图好色哦。我们再次招募，好、哦，接下来要用这个了，来喽来喽，大家再来再来刷贴图，不要停，好不好，各位？我们需要集气啊，我们现在需要大家的力量啊，都抽不到，快中风了，给点乌鸦的三十块之内，小怪抖哎、欸，小贝贝，康纳，小丁。这也太萝莉了吧 ！FBI 要来了，真的 FBI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一直？哎、欸，请问我跟萝莉是比较有缘吗？各位，怎么一堆萝莉啊？哦，这好大，五华，这也太，这真的很大、欸。这游戏一个比一个还大、欸。卡罗琳就还好。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大的，卡罗琳就还好、欸。哎，这我们刚才抽过了。哎，请问这个游戏抽到一样的角色有什么用啊？是可以再把他们升上去吗？哎，罗伊斯，他G2了啊！没有开玩笑的，对不起。哎，最后一个是萝莉，我们又再抽到萝莉了，怎么他妈一堆萝莉啊？感谢方糖来看直播，竟然看到有人在抽。哎，哇，这个光有了吧？赢了！哎。来了吧，各位，切起来！有了吧，各位，有黄黄的了，有黄黄的了，有黄黄的了！今晚就是这一把了，各位，来了！哦，干，这个是乌鸦吗？请问，乌鸦你怎么来啦？完了，好歪哦。我心情不好了，怎么办？乌鸦，完了，我这个招臭掉了，怎么有乌鸦啊？抽到乌鸦了，我的天！但认真问，刚刚那个黄色那一张强不强啊？即使歪掉了，但他强不强啊？他强不强啊？怎么那么歪啊？我要吐了都！这张强不强啊？啊，不强还好。哭，我要哭了。聊天室，你们可以给我一个，我们刷一排六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刷一排六好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换一个幸运数字，好不好？来一排六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各位？六起来，好。我们还有七千个，我们还有九千个，可以，还有机会，不要放弃，各位。来，我要看到黄。黄的东西，这样有吗？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了？因为他好像一开始抽出来的那个瞬间就知道就有黄黄的。哎、欸，这好大哦，温妮怎么那么大？艾维，哎、欸，梅克也是蛮可爱的。这个卡罗琳，嗯，安迪，古雷，艾维，戈雅，哎、欸，这抽过了。再来，我还有七千个，还有七千个，啊、还有机会吗？各位，六起来，各位不要停、啊。这个光好像没有，吐了都。啊、欸，这个好像抽过了，真的那么难抽吗？厂商有没有正面工伤？有没有正面攻上？哎、欸，这什么啊？他后面有一条巨龙哎、欸，洛可有料哦。
若可有料哦，后面一条去哦。我怎么都抽到这种东西啦 ？Hello， say hello。那个我确定呢，那个我确定呢。千羽怎么样？耶，千羽怎么样？我刚才看到聊天室刚才有人有推这一只哎，好像还可以哈，3600，再抽还可以再抽一个。厂商根本没来看台，我都哭了都，黄色的。怎么又没有啦？托尼怎么样？这是怎么样？他的屁股好翘。哎、欸，我们剩最后一次了啦。聊天室，刷一个你觉得最幸运的数字，好不好？拜托各位了，我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。我剩最后十抽了，我剩最后十抽了，来了，大家一起集气！我闭着眼睛抽，闭着眼睛抽，好吧，各位。哇！天使，谢谢你的生日快乐呗！祝福来了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开，我们一个一个开，拜托不要歪，拜托不要歪，刚才已经歪一次了。奥尼安，哦，奥尼安这个蛮色的，他这个衣服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有两个一样的？来了，拜托不要歪，拜托不要歪，不要。啊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北斗为什么？至少卡面是香的，确实。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。欸，我们还要九张那个券呢，我们可以凑十张吗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凑十张吗？还有送吗？我们把奖赏领一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得抽，还有没有得抽啊？还有游戏玩吗？还有游戏玩吗？请我们还有游戏玩吗？这有送吗？这边只有送金币耶，只有送一些金币。七武士，主线啊、哦，主线有吗？累积星数哦哦，有，哦有啊，我们之前有，我们可以再抽十连抽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，各位，我们先把这边领一领。哦，有，舒服啦，各位。我们还有一个十连抽，来，来聊天室，可以再给我一个七吗？再来抽，我们还剩最后一次机会，还有真最后一次机会，真最后十连抽，各位，起来！哎、欸，我要闭着眼睛抽，闭着眼睛抽，感觉比较会中哎、欸。哇！又有机会了，各位，拜托不要歪，已经歪两次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歪了？拜托，真的拜托，不要再歪了，不要再歪了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太萝莉了吧，凯蒂，不要再歪了，求你了，大哥。我不敢看，我先遮住眼睛。你是谁啦？他又是谁？特菲尔，又是谁？哎，这个，请问这个强吗？算强。不是他妈怎么那么难抽啊 ？Hello，
请问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抽？还是会单抽出奇迹？还是会单抽出奇迹？修哎、欸，聊天室我知道了，聊天室摔牌修罗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争最后一次，只剩一抽，一抽入魂，各位，各位答应我，如果说这一抽直接抽到修罗的话，大家帮我下载这游戏好不好？佛心游戏就玩起来好不好？如果有的话，修罗。是白的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、哦！没了，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抽完了、啊，现在，不然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只能跟修罗说再见了。聊天室可以帮我刷，可以跟我帮我刷一排修罗拜拜吗？我们跟他说再见好不好？干抽不到了，我们只能跟他道别了。我们只能跟他道别了，只能跟他说拜拜了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修罗，就长这样，干抽不到，不是我能拿到的东西，他距离我好遥远。他距离我越来越遥远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承诺各位，如果说这款游戏的厂商找我工商的话，我一定氪金氪到抽到修罗为止，我都把氪到抽出来。如果有工商，我就绝对氪，好不好？但今天我们先告一段落，有工商我一定氪。好，如果厂商有在看，好不好？下次有机会，我们。有机会工商，我就绝对把它搞出来，好不好？有认识厂商的可以讲一下吗？联络一下啊！这边有一个非常想要修罗的实况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直播就开到这啊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下载这款游戏玩啊。我个人觉得这款游戏的角色是蛮香的啦，大家可以自己下载来。抽抽看，因为他送蛮多免费的券嘛，你们可以自己来拼拼看，看你们的运气是不是比我好，看你们是不是抽得到修罗，我是抽不到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有记得生日课那修罗我是氪金抽到的，对啊，我也有氪金啊，但我没抽到啊。对，就这样子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。